笑地藏王。来西方观，出世入世不退转，只为众生离苦得乐，了无生死因。俗世累劫因果业，劫数坎坷苦难断。如我更加坚定心自信，谁会体会我心酸泪？地狱不堪，世道辛苦，众生多尽，方尽菩提，地藏大愿力。心现化作佛道心，佛道赞叹大随浩道，地藏本愿功德经，众生啊众生，回头是岸。人生亲像一场梦，转眼就过红海坐脱离苦世尊掌顶文上，奉八千万亿大和相公。所谓白和相公，大白和相公，水和相公，大水和相公，玉和相公，大玉和相公，紫和相公，大紫和相公，青和相公，大青和相公。辟和相公，大辟和相公；弘和相公，大弘和相公；立和相公，大立和相公；金和相公，大金和相公；庆云和相公，大庆云和相公；千轮和公，大千轮和公；宝轮和公，大宝轮和公。日轮和公，大日轮和公；月轮和公，大月轮和公；宫殿和公，大宫殿和公；海云和公，大海云和公。以顶文上奉如是顶和上公义，出微妙音，各诸大众，天龙八部临回林顶。天母今日已得离天宫，清扬赞叹地藏菩萨，以人天中利益兵书，不思议书，超胜因书，正实地书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书，说是逆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名观世音，将这离去。五鬼合掌白佛言：
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，怜悯罪苦众生，以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，所有功德皆不属于微尘之力。我闻世尊以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文，正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说其功德犹不能尽，向者犹望世尊普告大众，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，唯愿世尊为现在、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，令天龙八部瞻礼效护。不过观世音菩萨汝以三宝世界优待因缘，六天六龙、六男六女、六神六鬼，乃至六道罪苦众生，闻汝名者、见汝形者、观摩汝者、赞叹汝者，是诸众生以无上道，必不退转，上生人天，具寿妙乐，因果种宿，无福受记，汝今具大慈悲，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，听我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，汝当谛听，我今说之。观世音言：唯怜世尊，愿熬玉门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，有天人受天福尽，有五衰相现，就有对于恶道之者。如是天人六男六女，当现上时，就见地藏菩萨形象，就闻地藏菩萨名，一沾一礼，是诸天人转经天福受大快乐，永不对三恶得报。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，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，福处观世音，六未来现在诸世界中，六道众生临命终时，得闻地藏菩萨名，一生念你尽者。乞修地藏王，无量劫来西方愿，出世入世不退转，只为众生离苦得乐，了五心事意，俗世累劫因果业，劫数坎坷苦难忘。如我今呾坚定心自信，谁会体会我心酸泪？地界不空，誓不成婚，众生多尽，同尽菩提，地藏大愿力。既然因有诸佛菩萨化身现化，作佛道心，佛道赞叹，大随好道，地藏本愿功德尽，众生啊众生，回头是岸，人生亲像一场梦，转眼就过。
生永不离三恶道苦，何况人命终时，父母眷属终是命中人，下体财物宝贝衣服，塑化地藏形象，后世病临未终之时，眼力见闻低得惯相，将下体宝贝定，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，是人六世业报，合修重定者，成殊功德，顺接度入，寿命增益。是您六世业报明证，因有一切罪障业障，合对恶处者，成殊功德明证之后，即成人天，受成妙乐，一切罪障悉皆消灭。求处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，求汝布施，求三岁、五岁、十岁以下。蒙实父母，乃至蒙实兄弟姊妹，是您年纪中大，需要父母，记住观想，不知落在何处，生何世界，生何天中，是您六灵塑化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文明一尖一粒，一日至七日，木退初心。文明建行占地共用，是人惯俗加因业故，对恶处者计动劫数，成殊男女兄弟姊妹塑化地藏形象，占地功德顺接解脱，生人天中受性妙乐，是人惯俗如有福力，以成人天受性妙乐者，即成殊功德，专精成因，受无量乐，是人净灵三七之中，一心占礼地藏形象，念其名字，愿以万遍，当地菩萨现无变身，故告是人，灌输性界，后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，清净是人，依住世界。建筑观修净灵每日念菩萨名千遍，至于千日，是您当地菩萨天所在土地归神，众生为何现世一时弘扬无主之苦，乃至行事不立其门，何况其身，是您毕竟在菩萨摩顶受记，求处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教化广大诸心，救度一切众生者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欲处理三界者，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，至心皈依，后以香花衣服、宝贝饮食供养占礼，是善男女等所愿所行，永无障碍。修处观世音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现在未来八千万亿丁元、八千万亿丁数，但当皈依占礼，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佛愿地藏菩萨故大慈悲，应永护我。是人以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，求处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大乘经典深深顶中，发不思议心，欲托欲上。地藏王
娘接来西方园，出世入世不提转，只为众生离苦得乐了我生死意。俗世累劫因果业，劫数坎坷苦难磨，路磨更加坚定心自性，虽然体会我心酸路，地狱不空，誓不幸福，众生道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大愿力。既然应允诸佛菩萨下生现化作佛道身，佛道赞叹皆随孝道，地藏本愿功德经，众生啊众生，回头是岸，人生亲像一张梦，转眼就过，放下一切，脱离苦海。上有明师，教师灵相，宣德宣王，动经年月不能复相，是善男子定，有宿业障，立地消毒，故以大圣经典无托上圣，如是真人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相，故以本心恭敬顶礼，敬以香花以福，因是一切顽固供养菩萨，以净水一转，敬一日一夜安菩萨前，然后合掌称佛，回首向南，临入口时，至心沉重，佛水俱备，是五心周六邪淫妄语，及诸杀害。一七日休三七日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以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变身，以是人处受灌顶水，麒麟梦觉即休聪明，应是经典一灵年金，即当永记，敬不忘事一句一句，佛处观世音菩萨。若未来世有诸人等，依是不著，求者乖缘，孝道并进，孝道向衰，家体不安，惯俗分散，孝诸行事，得来五心，睡梦之间，多有惊怖。如是人等闻地藏名，见地藏形，至心恭敬，念万万遍。是诸不如意事，渐渐消灭，积德安乐，依世弘扬，乃至于睡梦中，世界安乐，佛处观世音菩萨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孝因弟兄，孝因公事，孝因成事，孝因吉事，立山林中，过渡河海，乃至大水。孝敬显德，是人善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
所过土地，鬼神为何？行住坐卧，永保安乐，乃至风雨火龙事主，一切毒害不能顺治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，是地藏菩萨以阎浮提优待因缘，六说以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必千劫中说不能尽。是故观世音汝以神力流布是经，令三宝世界众生必千万劫永受安乐。你是世尊利说地言，五官地藏为神力，恒河三劫说难尽。见闻占礼一念间，利益人天无量殊。六男六女六良神，不尽应当对恶道，至心归依大树心，寿命转正度最长，孝顺父母因爱者，未知分神在何处，兄弟姊妹及诸亲，成长以来皆不幸，孝素孝化大树心，悲乱占礼不占下，三次义中念其名，菩萨当现无变体，是其惯修所成界，将对恶处顺出离，六年不退是初心，即孝无定受圣记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乃至出离三界苦，是人既发大悲心，行动占礼大殊胜，一切诸愿速成就，永无业障能压制。有人发心念经典，欲度群迷超彼岸，虽立誓愿不思议，宣通宣望道慧实。使人有业障效果，以大圣经不能记，供养地藏以香花，以福因是诸愿故。以净水安大树前，一日一夜求福之，发音重心是五心，酒量邪淫及妄语，三次日月不杀害，至心思念大树明，即以梦中见无边，将来便得离尽力，应是经教历年文，千万生中永不忘，已是大事不思议，灵树树林后出会，贫穷众生急疾病，家体向衰惯俗离，睡梦之中睡不安，求者乖为无清水，至心占礼地藏上，一切恶事皆消灭，至于梦中尽得安，已是风了神归乎。欲立山林及大海，毒恶禽兽及恶人，恶神恶鬼并恶风，一切自然自苦恼，但当占礼及供养，地藏菩萨大殊胜，如是山林大海中，应是诸恶皆消灭，观音至心听我说，地藏无尽不思议，八千万劫说不究，公宣大事如是力，地藏名义忍六门，乃至见上占礼者，香花以后因是红，共用八千寿妙乐，六年以处会发界，毕竟成佛超成事，是故观音度同地，普告行沙诸国土。修地藏王，无
人夹来西风远，出世入世不退转，只为众生离苦得乐了无心思意。俗世累劫因果业，劫数坎坷苦难忘。如我今家坚定心自信，谁会体会我心酸泪？地狱不堪，誓不幸福。众生多情，往生苦地，地藏大愿力。因缘有诸佛菩萨化身现化，作佛道心，佛道赞叹，皆随好道，地藏不。众生啊众生，回头是岸，人生亲像一条梦，转眼就过红海切脱离。来西方远，出世入世不退转，只为众生离苦得乐了无心思因，俗世累劫因果业，劫数坎坷苦难如我今家坚定心自信，谁会体会我心酸泪？地狱不堪，誓不幸福。众生多情，往生菩提，地藏大愿力。心现化作佛道心，佛道赞叹，皆随好道，地藏本愿功德尽，众生啊众生，回头是岸。人生亲像一条梦，转眼就过。